大家好，我是叶老辉啊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新的功能非常完整，然后非常容易上手的空间设计软体，还有室内设计软体 Cool Home。那在之后我们都会出这个相关的 Cool Home 的这个使用的教学影片。现在看到影片的人都很幸运哈，跟着我的步骤来注册这个 Cool Home， 那将会获得这个额外的这个专属优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影片的下方这边说明栏里面，显示完整资讯。上面这边第一列，点击注册 Cool Home。那这个连结呢，就是透过我这个影片，透过叶老辉啊来做这个注册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认明，好，这里有一个叶老辉啊，这里有一个老辉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按一下 Get Start。好，透过这样子进来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网址，这里也有一个老辉啊，好，那我们这里在做这个信箱的注册，那注册完的话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专属优惠哈。Cool Home 的线上设计软体呢，这里有很多的优点哈，我稍微先做个整理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它可以做这个720度的这个虚拟赏屋的功能，有点像你在这个网站上现在赏屋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。你可以在客厅、厨房、卧室啊，然后厕所任意的这个游览，很像你就身临其境这样子，你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图片来。那第二个呢，它还有 AI 智慧的装饰设计功能。好，你可以直接选择板模，马上就开始你的这个设计的灵感，马上就会出现。那第三个呢，将设计图渲染仅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，非常的快速，而且不用等待，不需要你的电脑有多么的好，我们只需要在浏览器上按渲染，那它等一下子呢，我们的渲染图就会很完美的出现。那再来第四个呢，有数十万的漂亮的家具的模型，包含照明啊、装饰风格、墙面，还有这个材质都可以来做这个更换。那第五点呢，是非常容易的操作界面，它是拖放式的，你只要把这个模型拉进来放在你要的位置，更改它的大小，更改它的悬空高度，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完成这个设计的样板。那在第六个，全世界超过400万用户跟设计师的使用，现在可能已经破千万了。那第七个，透过叶老辉啊的这个专属优惠的这个连结来注册，你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这个优惠活动。那它的优惠呢，都会有这个些微的更动，但是你透过我的连结来做这个注册，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优惠给你。那第八个，它也有提供这个软体的 APP， 你可以安装在这个电脑上面。那最后呢，我再带大家来体验一下这720度的虚拟赏屋的这个功能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这个上下非常顺畅，然后渲染出来的图非常的漂亮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转换到我们的厨房。所以你如果做越多的空间呢，你就可以转换越多的地方。这是720度的这个虚拟赏屋的这个功能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体验一下另外一个，那我们的渲染的速度，我们在16:9，那我们把它调整在 4K 的画质，我们按立即渲染，看我们需要多久。好，那我们就稍等它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做一点别的事情，我们也不用管它，我们可以浏览其他的网页，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，我们就等待它这个完成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在等待了，等待它现在是当前排位，排位第一个，所以等一下呢就会轮到我们这张图片来做渲染的输出。好，它已经开始渲染了。那这个软体呢，我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，它在不管是设计图面啊，
然后你的家具的摆放啊，大小的替换，或者是这个材质的替换啊，都非常方便。墙面的彩绘啦，或者是一些装饰品啊，它都非常丰富了哈。然后重点是它渲染出来的这个图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我们在渲染的话，又不用要求到我们的电脑需要非常高的等级哈。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其他的软体哈，我们在渲染的时候是非常吃我们这个电脑软体的。啊，电脑的硬体啊，不是软体。好，那我们的图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大概花了大概一分多钟了哈。那你有时候会更快一点，或者是你画质没那么高的时候，它的速度当然就会更快一点。这是我的测试，然后直接测试给大家看这个速度。好，那当然它很方便的就是你可以按渲染，然后你就不管它了，你可以做别的事情。好，等一下回来这张图就已经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应该会有这个 Cool Home 的这个教学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支持。好，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，我是姚慧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